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什么 Alphard 啊 Alphard 啊，说这些车如果有一些选配在日本没有的话，回来到底有哪一样东西可以在本地安？就比如我给你 example， 有什么是选配的？选配有很多，包括360，其实360可以在本地安，比如 BSN 也可以在本地安2000块 ，Body Kit 啊 ，Body Kit 其实也是可以在本地安，大概3000。当然，天窗不能本地安，所以你可以另外选。三立眼睛可以吗？可以另外安。还有一样东西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关系到下雨。对，当我们在选择一台 Alphard 和 Wildfire 之前，我们要考虑到，其实它有很多选配不一定是有的。当然，我们要考虑到哪一台可以买回来再改。所以有一些东西，还有些是人家做不到的。比如看到吗？今天我们拿的这把，不要以为 Lost Boy 有雨伞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 Alphard 也可以装雨伞哦。当我们不方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设定的，看设定，然后按右边，说当我们下雨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靠近车，它就会自动。看到吗？说问题就是这么大把雨伞，有时候我们也到底不懂放哪里，放这里好吗？还是放旁边，还是放后面，很烦，对不对？今天来了。Okay,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把雨伞收在哪里呢？我们就要把它收进像劳斯莱斯这一个地方。收，期待我们的过程。这么晒，就好像要下雨。不用怕，不要以为劳斯莱斯才有，今天。首十位订购的话，我们可以附送雨伞，写上附送 B Concept 的字眼。所以如果有兴趣呢，好他们呢，电话在下面。不管是360，不管是七仔灯，不管 Body Kit， 不管是 Lost Way 的雨伞都。Let's go。还有，你告诉他你是 Under B Concept 的，会有优惠哦。